停停停停，你还在这样做吗？这样做你会发现解放机越来越厚，背越来越驼。我们应该双手抓住，举到头顶，你会发现背自然就挺直了，肩膀下沉，脖子也变长了。来，呼气下拉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背部发力点多明显。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动作，每天100下，你会发现背薄了，腰细了，体重也减轻了不少。如果你用这个动作连续练习10次，你就知道它对背部有多严酷。这个动作能锻炼到背部肌肉群和斜方肌肉群。倘若你也经常玩手机或者对着电脑屏幕，可以经常练习小飞燕。如果你腰部穿衣显大，可以试试反弓式后弯，锻炼时候腹部会有强烈的拉伸感。这动作可以开肩练背，锻炼腰腹。如果你做不到20个，说明你缺少锻炼腰腹。每个动作1组，20个做2组。为什么说现在很多人都在用我家这款瑜伽八字拉力器训练身姿？主要是它这3个优点你根本想象不到。普通的拉力器容易掉段，价格还贵，对于刚开始训练的人来说，不仅容易拉伤，还会让你失去健身的信心。我家的这款可伸拉的设计完全适用于新手锻炼，让你训练更舒适。不管是男女老少，大人小孩都能用，在家在公司在公园，一个八字拉力器就能训练背部腰部颈部。就这么好用的八字拉力器，今天工厂直销还给你包邮到家，想要赶紧点击头像下单吧。家人们，你们赶紧去抢这个拉力器，今天厂家为了冲销量，直接拿出100单做福利，今天直接19.9元还给你包邮送到家。绝大多数人没时间锻炼身材走样，穿什么都不好看，还经常被爱人嫌弃没有气质。我就早早的买了这个八字拉力绳器，我也是用了这个以后才知道，在家练出好身材原来这么简单。每天这样拉10分钟，坚持一段时间，整个人看起来都非常有气质，就算几十元的衣服也可以穿出上千元的感觉，走到哪里都被夸身材好。今日厂家直销，今天只要19.9元就可以带走这款拉力器。好激动，好便宜呀！因为你们刷到的是咱们源头工厂呢，就这款可以开肩美背的八字拉力器，强拉伸还不容易断的呢，而且大人孩子都能用。喜欢的下方小黄车。